年快到了，基隆长荣桂冠酒店邀请沿路书会与基隆书道会的书法名家，结合光隆家商太古队举办前兔似锦名家挥毫活动，将新年好运道分享给来消费的民众。很感谢长荣酒店这样子提供每一年过年前写春联挥毫的活动，然后这样子跟地方的艺文结合，那沿路书会也已经这样子承办了六年了哈。那这一段六年的岁月里，然后那个写书法赠春联，那在年节时分特别的感受到过年的氛围，尤其有蛮多的外地的游客都会因为这一场的活动，然后专程安排在这段时间过来长荣，那也有蛮多的那个市民，然后会来这边问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写春联的讯息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，除了玉兔迎春以外，我觉得扬眉吐气也很好。那还有呢，福兔吉祥，好，这个都是非常好的。在此借着福兔吉祥，祝大家平平安安、欢欢喜喜过个大兔年。基隆长荣桂冠酒店总经理陈建郎表示，与书法名家合作写春联吉祥话已经连续六年，除了让民众感受到过年气氛，身为基隆在地饭店，也希望作为艺文平台，为基隆传达真善美。而即日起至1月18号，只要是在基隆的长荣酒店消费住宿或用餐，就能得到一份免费的限量兔年春联。记者张启腾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